这个手机当年上市10000多，现在只要2000多一点，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它。2000多大内存的手机，不打游戏，你选什么手机？说实话，就一定就是它了 ，iPhone 5S Max。它的芯片虽然说没有多强，但是它的屏幕和摄像头简直是无敌，知道吧？这块屏幕的话是当年最顶级的5块A+屏幕之一。视频中看的话可能不太明显，但是真机跟14 Pro Max 放在一起比的话，几乎无差别。那么显示效果是非常细腻的。再说一下它的这个摄像头哈，女孩子可能比较懂，很多明星网红都会拿一台 5S Max 用来干嘛呢？用来自拍，因为它的摄像头是自带磨皮滤镜的，拍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。256G 的一个大内存，放下几万张照片都没有问题。这台手机的综合配置还是比较高的，2000多块钱，如果你平时不打游戏的话，就追追剧、拍个照、刷个电影干啥的，这个 5S Max 绝对没毛病。